接下来再来看一个东西，我们的声音呢，虽然有环境音啊，整个背景音乐，但还有很多声音，比如说啊，假设这个地方有一团火，我只有靠近这个地方，它才能听到火的声音，如果隔很远，它就听不到了，对不对？像这样的声音啊，如何来添加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实际上在这个 Stock Content 初学者包里面呢，已经提供了一些音频给我们 Audio 里面啊，提供了一些音频。如果你没有找不到 WAV 的文件呢，你也可以用这里面的，比如说我们可以听一下这里的背景音乐，然后这里还有也有鸟叫声，然后也可以用这里的啊。不过呢，你还是要学会导入。好，那么如何来放置一个环境音呢？就在只在这一个地方可以听到，隔远了它会慢慢衰减的。好，看一下这一个怎么来添加。首先，我们可以放一团火放在这个地方，火呢在初学者包里面也有啊。我们在这个 particle 里面找到这个 p5，我们把这个火丢进来，把火丢进来，然后在这个火的旁边再放一个声音，放个什么声音呢？直接拿这个 audio 里面有一个火的声音啊，可以听到啊，这个就是火的声音。我们把这个火的声音拖到这个位置。拖到这个位置，好，放在这个时候，你放置的位置就很重要了啊！你需要放在这个火的附近啊，最好是跟火呢基本上重叠在一起是最好的。好，放好之后呢，我们在右边来进行设置，设置什么呢？设置叫允许空间化，把这个打开。另外重载衰减，把这个也打开。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个框框，看见没有？一个很大的框框，这个就是这个衰减的范围。我们把内径啊400放在这个位置差不多，但是这个外衰减的距离太长了，我们把它变成800，就可以看到，在这一个范围之内，我们点下这个声音啊，点下这个声音，501。好，在这一个声音里面，这个圈里面，声音是不会衰减的。然后我离开这一个外圈，慢慢到最外圈，最外圈之外面都听不到声音了，里面的就慢慢什么，变得越来越弱。好，我们可以来听一下。现在可以在我的左边听到一点点火的声音啊，如果我隔得远一点，火的声音就没有了。但是如果我隔得越近，你就会发现这个火的声音就会什么，就会很大。我现在，而且它的空间化是什么？现在火在我的右边，我的声音呢是来自于右边。如果我现在这样子放，火在我左边，那么声音就在左边啊。这个是它的这个声效也是对的。然后我离开它，声音就会变小；靠近它，声音就会变大。好，这一个呢叫空间化的这个声音，而且包含了衰减。